手做祈祷是轻轻合下来，跟着乐句走，缓缓的去到头顶，后背伸展，伸展开，收肩收手。好，我们再来含胸埋头，收腹完全收下来，再弯膝，手扶着腿，完全再收。打开你胸镜面，哪边都可以，因为我们两边都要做的。弯曲一个腿是一个腿，手过头上，做好这句音乐。下一句缓缓看着头，天上。好，双手扶地，来做刚才说的 cat， 猫伸展，抬头看天。再抬头看腹部，坐在脚上，坐实，耐实，视线提升，抬头看天。好，你通过可以脚尖、脚趾都可以啊，来，我们做到下拳 ，5, 6, 7，你跟着脚向前去。好，我们要侧过来。1, 2，好，板直的腿，胸本来跟肩左右宽。好，我们还是做个祈祷式，尽量把腿打开，伸开。好，扶在地面，我们慢慢伸直双腿。起身，再做一个祈祷式，手做祈祷式，眼观鼻，口吸，起脚跟，手到天上，来做半月式，半月式，胸再拉长，起脚跟最高。后脚跟做另外一面的半月，好，最后一个起脚跟，后脚跟分手，要把腿也打开，分到你的中间的位置啊，中间的位置，然后一个脚跟抬高，两个脚跟都抬起来，好，做到一个叫女神式啊，像女神一样。骄傲自豪，手指，五个手指干到最大。好，小臂放松。1, 2, 3，好，轻轻收下来。好，做我们刚才反向另外的膝跪地，手到头上，天，看天。轻轻的扶好，做猫伸展，眼睛看腹部，坐到脚下，做蛇伸展，蛇，来做下拳。你们要向前去，好，回到正面来，手扶着地，两个膝盖慢慢对地。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手做一个祈祷式。2, 3，好，就把前面我们。